你觉得自己金鱼脑，忘东忘西，好像记忆力只有七秒吗？喂，不要再牵拖金鱼了好不好？鱼类的记忆力可是远远不止七秒哦。许多实验证实，鱼的记忆力其实可以保持一个月，甚至到三个月的时间哦。在长期记忆上，只要经过特定的训练，鱼也可以记住一件事情超过五年。那为何金鱼会被说只有七秒的记忆呢？虽然现在来源已经不太可考，但经过动物学家沃德的推测，这应该是早期学者以人类使用的智力测验来测试鱼类，才让鱼们留下了这么悲惨的记录。所以记忆力差，不要再拖金鱼下水啦。而且那个，我刚刚是要说什么？